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。各位现世同修，世间的一切法不离一，一经的一，一就是阴阳。啊，曾经咱有一个老信徒，伊嘛其他的法门修了足好个，啊，听我甲来讲，一经一经一经甲风水。啊，有一天呢，我伫台北车头。那时，啊，就是当时台北车头，啊，个铁路局，当当发生着火车出问题，啊，包括在潭子啦，竟然有人三更半暝，遐尼重的铁机啊，去个夜里走。铁叶叶咧走，迄真正贵得光铁叶，你知无？铁叶遐尼重，有法度互握起来，叶叶咧走，这真正是贵来贵属神差啦。哦，好佳哉！迄台开火车的司机咧，早发觉怎去动咧？那无唔知要伤偌济人，唔知要死偌济人。啊！这常常发生着重大的铁路局问题。当时交通部部长林部长，啊，林山先生啊，伊就甲铁路局局长呢，啊，黄局长黄德志，啊，局长啊，啊来拜啰嗦。啊，我就甲讲啊，这问题吼，铁路局面头前向出去。一帮人向出去咧，正平星光六十四楼，迄、那个好丫头你闻坐到遮咧，所以整个铁局会发生真济无中生因，好丫头黑工之灾。然后当时黄局长咧，要要安怎？我这公家机关袂介哩，你用增添。你退后五米，内底内门，你啊做一个冰封，迄、那个气入来回旋，咱个县官做一个回旋气咧，伊就袂直刷，对，稳定落啊。啊，所以就做咧，啊做咧咧，哦，第二天、第三天咧，媒体就开始做文章啊。哦，迄联合报记者来走去大凡市啊，哦，去甲访问啊，讲你是安那要做迄、那个，我、哦、真简单啊，啊做迄个动起啊，啊够好，我讲你学风水地理学三十年，你才来问我，你若无学咧，你来问我只，我甲你讲你嘛唔捌，无效，你无究竟，大家公共大众的安危平安。四两破千斤，哦，这是真理，中国圣贤五千年来的大智慧。不然，我都甲提起用当下咱铁路局有这个问题咧，所以我做退后，这里好多甲这气煞气，甲整流，啊，这是保护大家平安咧，无啥特别啦。平安两字尔啦，吼、哦，那么就记者讲，师傅啊，平安就真特别啦，平安就真特别啦哦。
哦，无我无啥物特别，干那平安两字尔。哦，所以大做文章啦。哦，我好啊，媒体嘛报道啊。啊，迄个时阵呢，甲师傅小我拉就有出名啦。我讲，哎呀，你这吼，恁这媒体，恁来爱人，你认为讲师傅有卖点啦？哦，有恁广告的卖点，啊、哦，卖广告的。诶，价值的时，恁就去写嘛。反正大概平安两字尔，无啥。哦，我伫台北车头遐咧，哦，我过几工我就去遐去看做了好无。啊，有一个老先生啊，看到我去啊，好，足欢喜过来。安静啦，安记啊咧。对啦，对啦，我常常坐火车啦。伊讲我常常坐火车啦，不然有灾难的时候，我怎么办啦、啊？现在我不会有灾难了啦！哎，这有救救我，心安安心的状态，好多救救，了过来平静的嘛。啊，也有咱帮助啊，这一个艺术家，这个艺术家咧，哦，迄个做一座大的人心艺术品，啊，下骹像汇聚在老的，啊，当时咧。啊，棒球、铁路局，真袂平安。当年都有一件歹运的代志发生出来，啊，结果我就去遐看，啊，南北向嘛，啊，正南方做一个大艺术品，足好的艺术品，足好做诶，啊，足好设计诶，啊，做遐咧，照讲是足欢喜的嘛。但是咧，站在一间风水的画作。那么接着血淋淋的心脏病，啊人呢？你若遮来无好势咧，雄雄就喘起啊！啊遐个站员咧讲事啊，阮遮连续三年，吼、哦，都困困的咧，啊有诶主管转咧不停发生啊！我阿囡咧下骹迄只甲摕掉，摕落来就好啊！啊，甲你挂咧别位，伊的作品还是留住，即公有财产、祖产，甲留咧。哦，但是迄个咧，较下骹创一个位咧，哦，卖好多经过，这一种力量气乱流的气，才袂阁发生。结果落来，啊，都唔捌得发生只，但伊有十外年啊，啊，无你讲困困了都往生去啊，啊，就死去啊。啊，有其形必有其灵，啊，有其灵必有其相应。有所应必有吉凶祸，但是咧，我和迄个艺术家甲骂到要死，骂讲啊混混什么的，我混也骂，啊混什么的，啊混什么的，拢唔捌艺术，唔捌啥，我笑笑啊，啊铁路局局长咧，伊无师傅只，我笑笑啊，艺术甲平安是两回事。啊，艺术是形而上的，形而上，这里好多个人的体验。啊，这个形而上诶，这个艺术，艺术形而上的平安不一样。所以艺术呢，你就是太极的这个阴，啊平安是这个阳，哦，那么你要阳，咱才会平安，大家是爱平安，啊，所以出安代志拆掉，哦，那么有诶讲去甲局长讲啊，迄爱搁装起哩啦，啊艺术家伊有伊好意啊，啊伊嘛无歹意啊，啊我嘛好意啊，无歹意啊。我知影一切法，一切众生的烦恼，拢有伊的因由，拢有伊的根源。根源伫倒来，咱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一切有为法，会予人的生命，那就泡影，很快就消失去啊啦。如露亦如电啦，哈，真紧就无去啊啦。所以佛法就安尼开始，那么解读佛法，你一按正负两面，
世间的代志一定有苦甲有甜的代志，这就一阴一阳。所以阴阳唔是讲暗时甲日时安尼尔，阴阳唔是讲鬼甲神哦，这阴阳啊，唔是鬼甲人哦，这阴阳，拢唔是安尼尔。所以阴阳有36对，贪钱甲了钱，成功甲失败，来甲去，上甲下，啊有甲无。丁丁有36对立的对待，还有这阴阳嘛，所以世间的万行代志拢是阴阳。啊，嘛曾经咱有一位老信徒嘛，伊讲哎呀，张老师啊，你讲已经讲得真好啦，风水讲真好啦，要是未究竟呢，我都成婚呢，我请问我啥都婚呢？啥都婚了？哦，佛祖的佛，世间嘛一个尔，世间摩尼佛安尼尔。但是我的法门，予大家拢成佛，伊讲哪有可能？佛就心安，佛就是心安。我甲看看恁家，大宗师伫倒一搭三万条街，水都翻江。我住伫安尼咪啦，嘿啊！我住伫即搭即几啊户，翁仔某拢咧冤家。无离婚就天下一大事，啊！若离婚了，天下就无稀奇的。迄先生哦，师傅啊，你讲啥？我迄几下吼，最多翻江过嘛，翻江阿母冤家事业失败，家和万事兴，家不和万事兴。啊，这个你这个事业的损失，阿母的损失，妻离子散。好，我甲讲到我足歹势啊！我考得无好嘛，我直接破。那这先生呢？师傅，安尼要安怎啊？我要安怎？改嘛，山不转路转嘛，路不转人转嘛。我来袂调好咧，啊，我来袂调袂人安尼吼，我卖住遮就好啊。我讲你真了然咧，先生啊！你骂我讲，我安尼讲，一间风水未究竟未成婚。啊，你处处你拢讲成会成婚，你要成婚，我佛就是智慧嘛。你当下讲要未好人，给别人带，别人未平安，带阿母冤家起错，家里冤家起错，安尼你就成婚啦咯。无啦，实在啦，我讲唔对啦，我系无买卖啦。你看咱人哦，来世间，哎呦，咱落着这个辛苦来以后，目睭所看、所经验的呢，拢无这个真正正确的思维啊，正确的思维。啊、哦，我讲安尼啦，已经处理也有无讲有啦，别都有厝啦。啊，像我伫乌日较偏僻，我搬转啊大平安啦，已经厝做仓库都好啦。伊就听我咧讲啊。哦，伊就等下含某，佫叫叫等来。原来因某出嚟唔等来啊啦，囡仔嘛唔等来啊，啊叫叫等来咧，我等下学一大。哎，伫明达后边遐个地理佫真好咧，大咧就稳定呀。过年我来咧，哎呀，师傅啊，吼、哦，你一根风水给阮成佛上好的妙法呢。所以咱人。吼、哦，见风转舵吼，你么西北风，那么东南风，吼、哦，这个，但是啊，你一再一切法，你就无输。啊，最后呢，咱这位信徒先生，阿姨呢，啊，搬到乌镇明道旁边那里住啊，啊，住得好好啊，啊，旧的这间呢，做伊的仓库啊，伊做批发商，做仓库都好啊。所以风水是予咱当下生活。当下就是现在，会上成婚，成为有地位的人。若是你若未平安，你若要成婚，无可能啦！哎呦，古早的时候，佛祖是伊的背景，就是国王的囝，生活无问题，家庭无阿囝，有国家在甲饲，哦，种种拢有饲。啊，伊则要了脱人生，要去看人生的生命在哪里。所以佛祖到最后一句心安的状态就是佛啦。所以各位同学，咱的法门
就是让各位心安，你住得不平安，啥都免讲嘛。你住得若袂好势，你讲要成佛招病的啦。前一阵嘛，咱一位老信徒，啊伊咧啊，哦，目睭金箍箍，走去台东做电话，遐找我，师傅啊，师傅啊，你若无救，会夭寿的。我想的夭寿，是我夭寿，你夭寿。夭寿啊，夭寿！吼，无啦无啦，师傅爱救啦，若无真正我会夭寿啦。哦，我好啦，人讲你夭寿，我就甲你讲；你若讲我夭寿，我咪甲你讲。因为我嘛是有执着去啊，我嘛是惊死啊！啊，你甲自作讲我会夭寿，我无救你，我会夭寿。啥代志你讲啦？吼，阮厝隔壁吼起一间高楼啦，哦，我都做干妈店啦。阮隔壁又起一间五楼起来啦，起起来了咧，啥物哭咧？啊，人客过拢唔知影好入来啦，啊，所以卖物件卖好势啊。啊，所以用要收单，我讲无多，别人起，人起人下啊。我无你安尼啦，你家己该玄关啦，我去看嘛啦嘞啦。所以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，人不转，啊什么智慧要转？回顾的九二一的时阵，水里一个国小，水里国小嘞啊有一间是九二一的倒去。啊，这十米尔，孝文啊，你就来。哎呀嘞，这里有，这有四楼的厝，四楼啊，三楼的厝。结果这里伤逼，地势小急急，你逼我退。哎，我去看那阵九二一啊，在后咱爱心团，也500位爱心团。哦，帮助南投123家国小、国中的校舍，这个复建规划，我去到咱的看了水里迄间国小咧，啊，我讲迄个校长，我校长啊，啊，你的门爱去救一下，你的门爱救一下。因为这伤逼，伤逼呢，日头影会砸落来，啊，伤逼落来呢，说你逼我退退五米，你所在真快退五米，我讲你这你逼我退，当时呢，家长会，有人来，我校长我就爱提入来，学校会平安，学校会平安呢，啊，大家都无怨叹。较袂小冲突，社会就和谐啊！啊，我你逼我退，感觉家长会啊委员呢，面啊两三下面拢红起来。我注意甲看，迄阵我目睭足好个咧，安尼看，哎、欸，目看到啥人个面色如何？结果咱家长会遮咧委员呢，面色拢反青色。啊，我哎，一头啊，我这家长会。外面的拢无问题，校长嘛无问题，这是地理所引起的，人中间互相的沟通，就变成有冲突啊！啊，这冲突呢，到最后来伤感情啊嘛，所以今日做退后来，啊，你逼我退就好啊，就稳定呀。所以这就风水嘛，所以咱大家拢天上界无共款事。天上无共款，天上的世界来投胎转世。那么今日咱大家有缘，才听金刚经、金刚经、共修金刚经。啊，共金刚经就是大梵天、大梵天的世界，金刚如来，大家来转世。
相信其中有一些，咱是大梵天甲释迦佛祖是同一个世界，才有机会今日一只大家来讲解研究金刚经。但是啊，咱来到世间转生轮回投胎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历史，你投胎转世几届呢？个人唔知，所以咱投胎转世，咱来到世间。上台升的是对这落来，对这落来的来世间是凡生咧修行的因缘呐。后摆走对这个啥，对这西方的要去啊。啊，咱那个凡生对这来呢，你会走对东北方，到晋江的天上世界、太极天的世界去啊。所以咧，当下已经坐到这个所在来，是这个地球的位，各位。咱当下有机会接受到中华文化道统一经风水的真理妙法的时，咱免计较讲我是过去生是毋是在梵天世界啊？现在讲金刚经，就是大家去回忆，咱伫大梵天世界佛甲咱开始，大家共同伫其中的一世，伫大梵天世界，咱拢是伫遐如来。啊，那么转生轮回，直直说说到当下现在来，你唔知说几世啊？你说几世你唔知？哦，但是咱把握把握当下是说，有一切法，咱爱学习一切法。所以当下现在，咱为什么信教？是以中华文化道统一经风水，以出生出世当下，甲各位继续真正的缘分。哦，所以各位，无论你什么教的，什么教派，咱无分你什么教派，凡是有缘，我能给你的，我就帮你忙。若做好人呢，就要好人安咱的心，心安，咱叫我都成佛，当下就是成佛嘛。所以即身即佛嘛，现在即身即个身躯就是佛嘛，现在咱的心就是佛嘛。卖等那个后来生后来死，才要成佛灭佛啊啦！所以叫当下生，当下生，哦，当下。好、哦，你当下生成佛，你就知一切法嘛。啊，这是安心法门啊！所以咱的法门是安心法门嘛。但是你事业做失败，你讲要成婚照拼的啦，拖累一大堆啦，要成婚照拼的啦。啊，到暑假来，大家未平安呢。你讲哦，我要偌平安啦，都要成婚啦，要成贤啦，做上帝啦，照拼的啦。拖卡偌啰嗦的，都未好势，你要成婚。所以应无所住之心，咱的住伫做住在五地会，接着爱。五地会能够利人利天利咱的天心的法门，大家学已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！祝福各位。